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新二代扎斯珀跟着爸爸陈小春参加《爸爸去哪儿五》爆红，节目结束后回归正常生活，还是深受大批粉丝想念。老爸29日晒出影片，他正慵懒躺在沙发上，被问起在干嘛，用超萌小暖音回答：“我在看星星啊。”你在干嘛？我在看那星星啊。影片中扎斯珀躺在阳台沙发上晃着大长腿非常悠闲，此时老爸陈小春以低沉嗓音问你在干嘛，他笑回我在看那个星星啊，举手投足相当兴奋。爸爸才刚说明天去 vacation 喽，他又发现了一颗星星，小手指着天空，哇，星星 star， 画面超级疗愈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看那星星啊。看星星啊？对。明天去 vacation 喽。哇，我看到一个星星 star 了。仅是短短几秒钟，扎斯珀又融化了大批网友，被狂赞好可爱，怎么办，我的心融化了，想捏脸。再加上陈小春第一哄儿子很温柔，父子俩互动再度让网络沸腾。由于他超爱玩具总动员的巴斯光年，指着星星的模样被粉丝笑巴斯光年是你。